由章子怡担任制片人兼主演的电影《非常完美》已确定于8月14号与观众见面。此前，关于影片主题曲究竟由谁来演唱，外界一直猜测不断。昨天，该片主题曲终于揭开神秘面纱，主唱和 MV 也首次对媒体曝光。我只想牵着你的手，风吹一道春秋，陪着你看尽花开花落。伴着庾澄庆和张韶涵的倾情对唱，此前关于电影《非常完美》同名主题曲由章子怡、范冰冰、何润东等主演兼任主唱的传言也随即被打破。而通过首次曝光的 MV， 更多关于影片的最新画面也得以公诸于众。从 MV 中穿插的影片画面可以看出，姚晨与林心如只有一个镜头，范冰冰也不过两个镜头，而国际影星章子怡则独揽90%的画面。与此前曝光的影片片花中，章子怡只占50%的比例相比，高出了一大截。此次在众女星中，章子怡可谓抢尽风头。在电影《非常完美》中，章子怡扮演的苏菲与苏志燮扮演的医生本是一对相爱的恋人，却被范冰冰饰演的大明星横刀夺爱。为了抢回昔日男友，章子怡找来好友何润东帮忙，而就在两人长期相处过程中，却互有好感，暗生情愫。在最新曝光的 MV 中，两人朝夕相处的画面尤为抢眼，似乎预示着两人在片中感情的最终结局。究竟章子怡与何润东两人的假恋情能否继续升温，演变成真感情，就只有等到影片上映时才能见分晓了。不过从曝光的片花及 MV 中不难看出，首次出演喜剧的章子怡将在影片中有着突破性的表现。当天两位主唱也不约而同地表示，他们最期待的都是章子怡的表演。其实我很喜欢章子怡的，我还蛮期待想看看怎么样的演绎，怎么样一个丑女，然后让大家又觉得可爱，然后又心疼。